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纳斯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《梦幻模拟战》中的格尼尔跟我们的雪莉，还有我们的雅鲁特缪拉，还有等一下还有其他的角色。那我们要转职的这个转职的过程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终于可以转成大元帅了啊！这个大元帅啊，主要技能是这个光之梦想，就是超绝进化。那超绝进化的话，会是看这个超绝的进化的效果有哪些哈？那我先来再稍微讲一下，我们超绝进化就是这个光辉军团的所有成员都可以得到这个能力啊。那我们这个格林尔这个超绝是攻防能力大幅提升，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是 20%， 20% 很多咧。所以通常一进场的话就是先放超绝啊，然后我记得超绝的是不能共用的，就是有两个人可以，有两个人可以放超绝的话。哇，またかっこよくなったぜ。これなら持てるようになるんじゃねえか。楽しみ。就是两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超绝能力的话，是不能加，就是重复获得第二个超绝能力的 buff。我记得是这样啦。OK， 好，终于转成大元帅啦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我们的雪莉。那雪莉的话，是龙骑统帅。龙骑统帅有风雨跟这个迅雷。凤梨跟迅雷 ，OK， Go。那转职完之后，还是需要职业精通的、啊。那职业精通才会获得一些其他的士兵。哇，这些东西还是要打啊。好，再次雅鲁缪特拉龙骑统帅。那玩这款游戏其实就不用特别氪金啦，就是好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打发时间，要不然这氪金氪下去很恐怖哦。気にするな。貴様は弱くない。私が強すぎるのだ。疾風。好、再来是我们的纳姆。致命神色。好，再来。还有什么？没了吗？安杰丽娜，我一直在想说，到底是要龙骑士呢，还是要水兵？好，我先弄水兵好了啊。Go。海骑士，
まだ強くなれるの？もう十分強いって思ってたんだけどね。因为我觉得骑兵很多次的。好，那基本上就是没有氪金的玩家，大师还是建议先练三小场就好了。就是格尼尔、我们的马修跟你的艾米达。然后如果抽到弗雷亚的话，弗雷亚的话是一定，我觉得是必练的，因为他除了是枪兵，防御高。是个很好的坦，然后攻击其实也不错。那攻击其实大师都靠他的被动技能去做伤害的啦，是悲伤的决断跟倒刺这两个技能，这个倒刺，然后跟我们的悲伤的决断。那他获得超血能力的话，也可以加我们攻防能力大幅提升，我记得是 20%。那有哪些角色呢？就是这些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，要主练是哪些角色。那其实练三小强其实就已经够了啊，那艾美达的能力其实也算是很 OK 的，是主角光环。好啦，那我们的这次好，转职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我们的话，频道主要看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有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